Hello， 各位小歪，我是阿歪。最近呢，只要是自己开房的太空沙都超级卡，导致粉丝墙都无法顺利进行。阿歪，不要打我啊！只要是观战模式都超卡的，还是我最近也来去玩个路人局呢？阿歪，你要怎么说？什么？九号，你是小丑吗？法医出来喽！九号，你小丑还有？那个听不太到他讲话。九号好像是小丑哦，遇到你们了，遇到你们了。那我们去，我们在，我想一下，我们去电力室那边，去电力室那边。OK。好了。哎，这个通讯中断很久哦，好人是不是都在左半边？去电力室，前往电力室。在电力室看到一个五号，来把它锁起来。喂，怎么还有这么多好人呢？尴尬，这里好人四个，我们狼才两个，看着这些肥羊却不能落刀啊！哎，藏了藏了，不要刀，不要刀，我这人好多啊，超多人，嗨，超多人，队友赶快过来，感觉这里可以刀哦，先把这个酒吧的门锁起来。哇，不要，工程出了，该不会工程师在这里吧？啊，是工程吗？哇，只有我一个人刀。哇，阿歪直接面刀啊！阿歪你很勇哎、欸，要直接投阿歪吧，这场应该是不会上了、啊，因为阿歪被抓到面刀，那阿歪应该是不会上这步了。阿歪面刀吗？好，那再听听看阿歪。然后我有大听感受，等一下你们可以来听。那他拍过，他是要一直贴好了。我这边是工程师的，他一次停应该是这一周吧，因为我刚刚是跟念到12480在一起，因为太多人我只是跑掉，然后我就来到工程师，然后我在后方的那个地洞看到剩一处，我是没有看见到水面道，但是大概好像是四号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那时候是我在酒吧啦，我是没有看到是谁面道，我刚刚有先做那个大厅的打灯，然后后面就一直跟着阿歪啊，对，所以七号是工程。哎，那七号工程师要说他是工程，我刚才在酒吧，反正就是一大堆人在那边，听到一个刀声，不知道他是自刀自爆还是怎样，反正我没有看到，看阿歪怎么说吧。反正我是小丑，但是三号刚说他是小丑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是要买的啦。哎，我超冤枉的，不是那边酒吧不是很多人吗？你们应该有看到是四号面刀吧？而且七号，你不是说你在后花园跟酒吧的地洞，你应该有看到是四面刀吧？真的是四号啦，然后我还想。说那边应该很多人应该会帮我作证，我觉得四会推我，应该是因为我当时有在那个电力室那边看到四号有跳地洞，所以他就故意踩我。反正也是先票四，然后三号如果说他是小丑的话，那三号也偏怪，因为九才是小丑。我当时有在酒吧，然后当时一坨人挤在那里，我没有看得很清楚到底是谁刀的，那我就跟阿威走四吧。我跟阿威在一起的是一号。十号、十号，那九号是丑，那十号死掉了，那四号应该是好人，那我觉得一二八。这三号狼坑怎么点的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四号面刀啊，三四应该是双刀，三号瞎比八彩。我有听见，我有听见，我有三号瞎比八彩。没有，刚刚五号说他有金水，五号有金水，票四票四，四号露青马脚。对啊，四号怎么可能有提前？五号就有说有金水了。好吧，我再看一下。哎呀，四号这个好人怎么会乱跳金水啊？五号刚就说他有金水了，四号怎么还会跳金水呢？四号应该是想要增加他说话的力度，但是他这样子反而让其他人以为他是狼啦。OK， 扛退一个好人之后，那我的身份就会备受怀疑了。那个，我先躲地洞啦、啊，快抢快抢！大家先我去地洞。哎、欸，这二号怎么没在这？我在要按哪个要？有我按的，我按的。九号小丑在帮我们 ，OK OK。我在厨房，我在厨房，我在厨房地洞。好，不要刀九，不要刀九，九号可以用。在地洞观察一下。九是小丑吗？不要刀九。对，九是小丑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从剩下，我会从大厅走去厨房那边一起走。警长出来了，不知道是谁。然后一起走吧。等等，先去厨房那边跟队友汇合，再拼个双刀。先来关个灯，等等遇到警长他就枪不到了。哎呦，在储物间到，储物间到了，储物间去守一下。先钻回我的地洞喽。对了，我有点怀疑三号是不是有作弊，开局前他就有回音，而且他刚刚那个狼坑怎么点出来的啊？你们，我觉得你们可以直接去刀刀看。
我记得他明明没有在酒吧，但是他竟然知道有谁被关在酒吧。二号，你刀了吗？二号，你要去储物间那边守尸哦，你想办法赶快刀一刀，不然感觉会输掉。现在就等待队友落刀喽，希望他们不要被枪。快吓死！所以我们饿死了。耶！被整个大船。六是警长哦，好险好险！金水不要乱跳啦，金水真的不能乱跳哎、欸，你乱跳金水不行啦。以为你狼啊？对啊，你乱跳金水，五号就以为你是狼了。好人，下次不要乱跳金水哦。哇哦！我竟然跟奎伦当狼哎、欸，很久没有一起当狼了，跟他当队友我很安心啊。现在大家顺畅吗？好像还蛮顺畅的哈。好像还蛮顺畅的、欸。二号是小丑。哦，二号你小丑。喂 ，OK。好啦，是小人。这群人都没有宕机。哎、欸，反应出来了，是谁按的炸弹啊？哎、欸，不关我的事哦，这不是我放的哦。炸弹响了，我们不急着去后花园呐、啊，先在那边假解任务。也不是你啊，还是点炸弹。那就是六号。六号。警长出了、欸。警长，我有点怕。大家不要过去，不要。先在这个酒吧这边等一下，以免我们过去直接被警长枪。炸弹快爆炸了，该不会这样就赢了吧？哦，警长开枪了！刀刀刀，水呀水呀！对呀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后花园，后花园两刀。随便点，你随便。有啊有，有吧有吧，他没刀吗？六号六号换刀，六号随便刀。六号该不会还在大厅里挂机吧？罚一排啊，然后那一刀就赢，然后我看到十号脚印，先这样，十的脚印，我只看到十，那就先票十号吧。我觉得这是 RY 刀人的速度，那我这边工程师牌，这是 RY 刀人的速度， RY 有可能是、啊、好，那这边就跟票出十，没有升，哎、欸，不用出我啦，真的不用出，我这边是罚一排，接机厅接线拿到罚一排，然后后花园那边有三句，那我不确定警长是枪了谁啊，但是后来警长死掉之后又有两句那个死亡气息出现，然后我过去后来的时候看到四号站在上面，我还看到了四五八，对，我只看到这三个四五八啊，四号站在上面明确他还拿法医来猜我是狼，那他就一定是狼啦，先票四哦。好啦好啦，我看一下哦，我是觉得好人有点劣势啊，啊我是小丑牌，好人感觉偏劣势，那我就帮一下好人好了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十号有金水，所以十号是法医牌，那四号就假的，剩下两只我再看一下，帮一下好人吧，反正十是法医，四是假的。要说应该是因为抢，先票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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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当然就跳一波小丑哄骗好人喽！哎、欸，还有局是不是？哎呀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的我是小丑，我是狼啊！我出去游戏就会结束了。哎呀，阿威你居然是狼！我的小丑不小心被刀掉了。最后感谢之前影片星星跟真情的抖内，也谢谢所有小歪的支持，爱你们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。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！